这啥情况啊？这个是啥情况啊？这个是我妈那个电车，然后之前不知道哪个开把它开坏了，是我？不知道哦，可能就是你哦。我咋电车了？然后我妈一直叫我拉去给她修一下，今天呢，就给她拉去修一下，看她什么情况。 之前是拖拉机拉这个三轮车，现在是三轮车拉这个电车，到时候不懂这个电车拉怎么了。到地方了，先把它扛下来先。这个要用力啊，喊到这个啊。 你看，如果是，是杭州几铺吧，十公啊。你看，就这个老师傅呢，妈的，干了修车干了十几年了，最后是节车拿来给别人修，啊？十几年的修车师傅，你好意思吗？退休了都叫退休了。尴尬吗你？这种人就是。 修别人车就会修，自己的车就不会修了。修好了吗呢？ 电机修好了，还要弄那个控制器，控制器也坏了。就这个玩意儿了，也要换。这个。转了。OK 了不？这个轮子转了不？好没改了不？现在开始装回去了。 清醒没？你看，清醒没？喊到了，喊到了，喊到了，喊到了。OK 了，装车走人。来，打前面来。自己抬啊。来。嘿。漂亮。嘿。哎呀呀呀呀！ 这太阳大，懒得开了，还是直接拉回去行了。走了，又去200，哎呀，刚去200，刚去干嘛？不见你给，也不叫我给人家呀，我想给你。是哦，还是开这个三轮车拉方便一点。